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下面玩游戏是《侠客风云传前传：幽冥录六期》。好，那我们这次要去拯救兽王庄。天龙教入侵川蜀，情报指出其有进攻兽王庄的意图。兽王庄隽永百兽，凶猛善战，一旦落入天龙教之手，对丰都乃是大大不利。OK， 那我们配置完成了。小咪，大黑，嘿嘿嘿，兽王庄果真名不虚传，真多畜生。也有好些年没与野兽搏斗了。你们兽王庄这些野味可都是上等好料，待我好好将他们料理，做成一道道盘中餐。看来江湖上的传言并非空穴来风，恶的魔教想进吞我兽王庄，但我万青山是好对付的吗？你们这些恶人再不出去，休怪我们兽王庄的枉少无情。小姑娘，我恨江湖的阅历毕竟还是太浅，让多人无情，我们人啊可要比野兽可怕多了。吃过天，少些怒弄玄虚的废话，以力服人方是硬道理。你们便好好看着这些畜生变成桌上的佳肴吧。还兽然，那魔教贼子尝尝我兽王中的猛爪和利牙。大黑、阿垮，我们上。阿垮是，哦，是这个鳄鱼。嘿嘿嘿，文大人，瞧这许多狼、狼虫虎豹。嘿嘿，文大人。这回可是大开眼界。我们有正事要办，尽快表明来意，援助兽王庄。阴差拜天，鬼使敲门。天龙教妖人，尔等之名已记在本官这生死簿上了。丰都是丰都啊！来得好，只有猛兽，问命无趣。这把闲着没事做的家伙又来了，公孙小老弟，若不确保退路，咱们这回怕是要赔了夫人又折兵啊！呸！慈国天，少乌鸦嘴，别让他们碍事。另一拨人去对付丰都，确保退路。爹，有另一批人马杀进来了。那是丰都的旗号，是来帮我们的吗？万青山败退，我方全灭。直接干他们啊！这个位置不太好，这个好了。论武功，你确实是在我之上，但是论生存。你永远比不上我。暴力不能解决问题，但是可以解决你。我一下被我全灭了吧。这边有一个隐藏道具在这里，这一个，我刚刚黄色的那个游标这里，这个，有一个母公鸡的样子。高奢厉身，决定那一击的兴衰。我要列尽天下奇兽。高奢厉身，决定那一击的兴衰。看看我让你举手，都已经冷个打了。看看我让你举手，都已经冷个打了。晚上看不到。好，换材料。
哇，太快了啦！我还没走到这一格，靠，他们都死光了。他们要死光了啦！看，找不到了，差一点，这一格。大家手下留情啊！你们，狙，好吧，没拿到那个隐藏道具。嗯，亮猫咬得好，咬死了玄二人。公孙小老弟，你们眼前来慢慢打，老头子我腰疼，先走一步了。楚国天，这唐僧怕是老头。公孙坚，我等败相已成，收兵撤退吧。可恶，我不是这些风都贼了，我肯定能让夜叉父皇刮目相看。撤退。大猫坐好，这是客人。文大人，这大虫看着危险啊。文大人，这大虫还是勾了吧。收好兵器，别给本官乱动。你是丰都的宦官，没错吧？不错，素闻丰都远雄霸东南沿海，此次却为何深入我西蜀山林，助我纣王从朱烈天龙教？望庄主既出言相询，本官便言坦真相告。我丰都与天龙教的冲突已是不可避免，若是袖手让天龙教并吞武林各派，势必是有害无益。不错，是以帮主决定相助各派抵御天龙教，作为交换。也期望能够得到各派的协助，协助你们丰都对抗天龙教嘛。天龙教自是不用说，但我丰都的敌人，除了这天龙教外，还有腐败的朝廷和一个暗中挑拨武林纷争的幕后黑手天意城。天意城，那可不是容易对付的对手。还有朝廷，你们是想造反吗？我们本就是反贼，朝廷昏庸无道，百姓水深火热。该有人来改变这世道。咱们丰都战役相助，尔等岂能忘恩负义？长号长息，此事当有望庄主自行决断，你们两人莫要多言。爹，不如我们教教他们怎么驯服猛兽，也算是报恩啊。哦，乖女儿，这法子好。驯养猛兽吗？嘿嘿嘿，有趣有趣。但这大虫可是威风八面，好玩好玩，跟这大熊岂非所向披靡？快快快，小姑娘，快教教咱们！很简单，把他们当朋友，他们会把你当朋友，再配合一些训练，培养感情和默契。抱歉，若是这起义失败，我受王中传下的基业，怕是要毁于一旦。恕万某不能亲身报答这份恩情。无妨，王庄主所虑自有道理。对我等而言，丰都的弟兄便是我们的家人。而要想一劳永逸保护这些家人，我们能做的就是挺身造反，给他们一个更幸福美好的世道。更幸福美好的世道，原来这就是你们丰都的目标吗？庄主莫不是把我等看作如天龙教一般的邪教了？其实是现在正道武林也是这么认为的。我们丰都没有什么一统武林的野心，追求的不过是个能让兄弟弟兄们安居乐业，不受轻易的事件冲突在所难免，流血必会发生，这也是邪道吗？这还没有哇，不爱吃蜜蜂胖丁，哇塞哇塞，这个攻击力还蛮猛的，可是我刚刚没有抓攻击，有点可惜。哦，这宋王庄是可以救援啊，那个他们的一些就是蛮厚，就是他们的能力、气血、内力都蛮厚的，是我觉得是可以抓的，没有错啦。但是他们
并没有帮我们的意思啊，那救他们干嘛？好啦，那这道结束啊。喜欢我们下午欢迎到频道所放的图片给订阅，欢迎到右下方把铃铛给打开，也欢迎到我粉丝按赞以追踪最新消息。谢谢大家，这次收看喽，谢谢，拜拜。